今天凌晨4点左右，在宜兰市中山路二段与禹中路二段路口啊，发生一起 A2 的交通事故。啊，那是一台白色的自小货车沿中山路往罗东方向行驶。啊，那行经肇事路口的时候，啊，与右侧禹中路驶来的一部自小客车啊发生碰撞，啊，那导致这个自小客车啊翻覆在路中。啊，那警消获报之后赶赴现场。那两车驾驶哦都轻伤送医，那警方现场哦对两名驾驶哦做呼气酒测，均没有酒精反应。